梦到当兵是什么意思？少女梦见当兵，可能表示因找不到称心如意的男友，迟迟未能出嫁。青年男子梦见当兵，可能表示你因为生活艰苦，无力完婚。梦见很多士兵在工作，可能表示一切忧愁和悲伤都会过去，你会有个新的开始。梦见士兵打架，可能表示你能与身居高职的人交朋友。另外，如果梦见和士兵交朋友，可能说明你最近的危险都是来自于你的敌人。除此之外，梦见自己去当兵，可能表示近期你的收入会增加。